迪士尼的 Halloween 直播之中。大家早安，早安。今天我跟文当要去迪士尼过万圣节，我还另外找了三组情侣，等一下跟他们会合。我们等一下换装就不是穿这么正常，我们有先约好说每个人都要变装，很期待大家会穿怎样。小笼包跟阿贵，阿贵是日本人，先不让大家看我们干什么，现在还带行李箱，文当进去，文当拜拜，拜拜，稍后见。拜拜，我们换完装出来看他们两个男的在那里有多尴尬。他们穿的是尼莫装，大家好，我是尼莫一号，尼莫二号，大家好。我们的票是小笼包帮我们买的，谢谢。做出的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第一次在万圣节来迪士尼，超期待。好啦，叔，非常卡哇伊。这一组也是台湾女生，还有日本男生。昨天连夜去买的，对他们本来有订衣服，可是没有送到，因为生意还跑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，噔噔噔，马路迪。陆家还说要买。太贵，一次3500，太贵了。文章看起来好帅，结果其实是他想来帮他。我因为这个披风太长，我会踩到，我就跟文章交换。文章换成甲方比较帅。你把这夹到进哪里吗？现在塔卡桑要帮我们抽秀的票，记得要像这样子票收集在一起用，不然会抽到不同场。那我们抽这么多张，全部共估。さすがにこの人数の抽選は当たりづらい。鸽子，嗨。海洋里面有卖冰淇淋，这种冰棒啊，还是饼干里面夹冰淇淋都有。好吃。我也要吃。我不去。哪里有吃？冰霜。我们现在要去看海龟秀，这是禁忌之恋呢。好啊，被夹到瘦了。我觉得超厉害的啊，那个海龟，它有很多这种万圣节的装饰，好可爱哦。有这么活泼的坏人吗？现在挑了一家意大利面餐厅进来吃，还有 Halloween 的特别菜单。我点的是万圣节 Special Set， 还有附一个面跟甜点、饮料还有沙拉，这样是1880日元。文章点的是香肠拼盘，一个是1450，所以点这种 Special Set 是比较划算的。文章看起来好像秃头哦。啊塞！然后阿贵点的是这个，感觉好少，有点凄凉哦。文章这个啊，好吃。我谢谢美娇的话。迪士尼好环保，它附的是纸吸管。阿贵教。今天没有穿内裤。我在需要 Q 胖子还进来。哦，呀，去过过，我谢谢你。去过过，我谢谢你。文章当真的。本当に入ってないのかと。入ってるよ。来吃看万圣节的甜点。哎，是软的。味めっちゃ濃い。我觉得这一道好吃，这道可以点。要模仿台湾人。哦。台湾人到底是什么形象？还有。谁啊？卡卡桑跟我们说，这里有一只米奇藏在这，大家都在找在哪里。誰か気づいた？どこにありますか？あれは実はみんな間違えるんだけど、あれって隠れプーさん。あ、プーさん。この角度で見ると隠れミッキー。卡卡桑完全是大的迪士尼导游。あ、だガイドの言う話ちゃんと聞いて。ちゃんと聞いてます。我们现在玩一个解谜的游戏，然后我们四组每个拿到不同的地图，不知道到时候谁会是最先达到终点。这个好容易踩到。これは3回転だったよ。我们这一队完全靠文章看地图的能力好强哦。其实啊，刚刚那个还有吧，四个都点。好帅哦！我过了很多。这样好的吗？哇，有声音哦！哦，昨天我是有没有给他一袋？来，喏。哇！哦。啊，不敢手机。なるほど。タコが光ったか。每次都会不一样嘛，好有趣哦！文章玩得好开心。我们现在到最后一关成功，要把这个纸插进去。諸君は溶岩コントロールステーションを見つけ出した。好酷哦！对，然后我这样子盖了一个印章哎。Mission clear。嬉しいね。勝負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ら一応 LINE 送ったらあるじゃん。みんな勝負してないと思うですけど。中国語。日本語でいいよ。あ、いいや。恥ずかしい。现在タカさん传讯息跟我们说他们成功了。文丹，你跟他们说我们早就完成了，好胜心超强。文丹因为太热了，把帽子拿掉，就现在弄成这样，没有刘海还蛮帅的，感觉像吸血鬼啊！松开，只要转这个转盘就可以操控那个船，你的船都卡在那里都动不了。怎么这个吓到的表情？地図書くとほら航海士が。あ、こっちもなんかある。は。
完全拉不动，丢脸死了。台湾那边，私も見てみたい。何も見えない，根本就没有痛。然后这里还可以自己发射大炮，有吗？他还吃东西 ，AD 已经累到会睡觉了。肉食のオラフを取られてしまった。好凶啊！就是你似的呢，你真爱我，吓死我！突然跑出来讲这句话。我们买了一只烟熏鸡腿，还有柳橙汁，好吃。他们两个几乎整晚都没睡，就为了做这个。对，Ali 他们这个是手做的 smoke， 因为做 smoke。啊，那么文章吃的地方也有也有，文章没怕。你也是来吃的。哦，那你们刚才那有多少？我去，刚才那是。工作人员在拿水画地板，画出迪士尼的角色图案。这两个人怎么样都看不出来这个是唐老鸭，我以为是海龟，好厉害哦，对不对？你们才知道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泡泡会是米奇形状的洗手台，会有米奇的泡泡。奇怪，奇怪，奇怪，一直会变成这样。怎么变成这样？会的更扯。文章不要乱摸。不要乱摸这个鱼的脸，也看起来太讨厌了。你把那个鱼配音，好讨厌哦。これは大丈夫だ。我们文当怕死了，一直这样抓着，好像意外的还蛮好的。我的这个皮毛抓的。いや真ん中見とけば気持ち悪くないよ。好晕哦！哇，我也觉得好晕哦。全然大丈夫。怎么就没了？好快哦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有点晕了。哎，他们在拍照，我们也要拍啊。做完那个刺激的东西就掉了，然后文章就很帅说一句直してあげる，直してあげる，谢谢。